各位校员，请起立。今日，各位请坐。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时间真紧，过剩两点钟久，咱这个初级班就要结束。咱初级班读法律上界重要的，听两点尔尔。第一点，一定爱会记哩。占领未使移转主权，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国际法、渐进法的很强烈的规定。你若讲占领会当移转主权啊，安尼全世界，无定今日拢总变做美国个啊。占领未使移转主权，这个观念嘛，不管人啥物人甲你讲。你著用这点去甲检验，伊对方讲的对还是唔对？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为着要让大人较加强哦，咱读两摆好唔好？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搁一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因为这款的吼，这款你若定来讲吼，你就会当提醒你家己，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第二点。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流亡政府啊不可以就地合法。流亡政府未使就地合法，来讲两摆看卖好不好？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搁一摆，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讲这两，这个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的意思是啥？中华民国免效修呢？总是有一天要离开台湾呐，离开台湾什么时阵？早甲晚的时阵尔。这个早甲晚，跟咱台湾人本身的个性有关系。所以你民进党变几波算哦，调啦，拢总给你调啦，好不好？假设啦，所有提名拢调啦，100%调啦，有效无？无效。所以你但是你甲看，因这政治人物讲的话哦，你甲注意，但注意。要落台以前，伊讲一句话足要紧了。伊讲啥？伊讲李登辉总统都无法度啊，就讲伊要独立啦吼。李登辉总统都无法度啊，啊，恁叫我都一定爱独立，我嘛无法度。啊，就有足侪独派就开始干嘛？啊，恁若无法度换人，我换上就赶快啦。因为流亡的政府，中华民国未当就地合法，过去。会当就地合法是哪？并吞，并吞啊！就是这个国家甲这个国家战争，土地划占去，安尼话个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伫六日战争的以后，从加沙走廊占领38年。这个38年，这个加沙走廊若要独立，伊很多是你看蒙特维多公约。蒙特维多公约讲啥？只要你这个国家呐符合四种的条件，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国家。第一，你有领土；第二，你有人民；第三，你有政府；第四，你有外交权。真可惜，蒙特维多啊，伊这个规定内底啊，伊无说明讲，如果这块土地被占领的时阵，会变作安怎？他没有说明，我占领，今日中华民国占台湾有土地无？有，表面上看起来，以这个台湾这个土地表面上看起来，敢那是亲像中华民国的，但是实际上登记的所有权并不是伊啊，所以当然伊无土地，有人民无？伊人民嘛无呢？因为咱这人民咱是台湾人呢。你台湾人伫1945年1月12号，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投降，经过都无半年呢，将咱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世间
全世界无这种的法律啦。而且大家人做一遍规划，这个国籍啊、国籍啊，你这个国籍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他有主观，他自己本身我愿意主观。第二，要有意愿，要有那个意愿。第三，要合法。这样才可以有这个国籍，不能说集体规划为对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国那个国民，那个都不合法。你看，有很多人移民去美国，整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有五个人，他跟我说五个人做一次宣誓，没呢，也就要一个考试的考试，啊，宣誓的宣誓，这关全世界国际法都同款了。所以不是说他政府用一个行政命令就将我们台湾人本来日本国籍给拿掉。1946年1月12号用行政命令将我们本土台湾人的国籍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在那个时候，大日本帝国的国籍都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名字还在大日本帝国。日本到什么时候将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国籍给停止？1952年的2月，因为1951年9月8号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日本的翻译在1952年的2月才将我们台湾人的大日本帝国的国籍把你暂时取消，把它吊起来。所以在签台北合约的时候，1952年的8月5号啊，应该是4月28号签的啊，8月5号啊生效。第十条台北合约，伊讲日本政府将咱台湾人视同目睭看，视同中华民国国籍，伊目睭用看的。问题是，台北条约在1972年，当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阵，将台北合约啊废除。以前我上课捌讲过，条约不能随便废除，有一个条件可以把条约废除，就是讲你这个条约内底有一个注明，讲。我若通知你，对方一年前甲你通知啊，安尼我就会上将这个条约取消掉。所以1972年，当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时候呢，这个条约废除了，意思讲没有台北条约。啊，若没有台北条约，咱台湾人的国籍安那恢复到以前的国籍。会记得我再讲一摆哦，恢复到以前的国籍，不是恢复为日本国籍哦，是大日本台湾国籍哦。因为后尾啊，这个日本政府叫麦克阿瑟改修改两条宪法，明治宪法修改去，即摆宪法叫做和平宪法。哦，所以这真重要。咱一切台湾人，若要甲国际讲，爱讲国际法律。国际法律啊，咱去甲对，咱拢未吃亏。啊，所以中华民国的国籍暂时无去啊。所以迄个身份证，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是假，是玩具。你敢来当伫咱台湾，以中华民国台湾当局现准是管会到的所在，会当使用。你若唔相信？我相信你嘛，捌去美国，捌去日本，你摕个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去甲伊讲，啊，我这有效无？我甲你保证，绝对讲无效。啊，咱若摕台湾政府的这个身份证，台湾加盟的身份证，后壁有晶片的，佫特别后壁写一个 USMG， 美国军事政府发的，这份有效无？100%有效。哦，这是这个法律上。诶，迄个啊，做法律上吼，诶，因缘伫这个所在啦。虽然台湾人
六十八年来，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当然啦，每一摆美国拢甲咱讲啥？你台湾袂当独立，你台湾袂当加入国际组织，你台湾袂当加入联合国，你台湾袂使安怎？台湾袂使安怎？从来美国政府无甲你讲台湾可以怎么样？从来没有。一直到2000年10月24日。 依我林志兴的名，去告美国以后，美国才讲，你台湾民政府可以成立，你台湾民政府可以发行身份证，才发证书给咱。真正是历史以来，美国头一摆，甲咱台湾人讲，你们可以做什么？这代你拢知影无？拢唔知。但你即摿来才上过课。 你知影，所以咱的目标伫倒，唔是要建国，但是坦白讲，你含台湾人，你讲，你若无甲阮建国啊，伊听无咧。六十八年来啊，你若无用建国这个药啊好食吼，伊食袂过亏咧，足可怜的啦。啊，所以只有你是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咱这个法律行业啊。 上到开始的时阵，咱这个法理学院用什么名？法理建国学院，你不用建国学院，什么人要来？就是人讲，啊，无你建国，无你是要创啥？你只有啊，违反我们自己的良心，甲讲建国学院，啊来的时阵才甲大家甲，才大家甲引导。啊，你嘛法理建国学院，建国学院以后啊，才变成啥？其实。 上课都大家知影讲哦，台湾无建国的问题，啊，若无建国的问题，伫1950年迄阵联合国要互台湾人啦，主题，所以咱改革法理自治学院，唔是咱的论述改变，咱论述从来没有改变哦，但是咱的讲话的方式开始改变。法理自治学院，后尾啊，咱甲美国。 国防部讨论，伊种Roger，外名叫 Roger 哈，Roger， 啊，你明基知影自治嘛袂使呢？你天龙讲，我甲你讲，会当自治，土地是日本天龙的啊。天龙无讲啊，安尼要安怎？自治铁条，跟他种法理学院，了后，咱就开始鼓吹法理台湾。 这个法理台湾开始鼓吹伊啊，这个法理台湾这四字啊，去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掌啊。所以你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克强去德国访问的时阵，顶个月尔，伊讲啥？伊讲台湾的问题，以前国民党拢讲啥？ 台湾的问题是国共内战的结果，你看到鬼？国共内战跟你台湾什么关系？台湾不是国民党诶，台湾嘛不是共产党诶，那国共内战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李克强伫德国顶个月呢，伊讲啥？台湾的问题是由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所造成的后果。 各位，这句话安尼对唔对？你认为对的野手？认为唔对的野手？啊，唔知的野手？上几波还搁咧唔知影？当然嘛唔对。啊，你在江苏上课拢无甲你讲迄个宣言，你创啥的吼？开罗宣言，啊，这波茨坦宣言，偏远啥 ？Declaration，Declaration是啥物？用嘴讲的啊？无签约啦，无签约，咱无遵守啦。干哪讲吼？ 恁少年的时阵看一个水查某，哎、欸，你嫁我好唔好？啊，迄查某就嫁好你啊！哦，那安尼就会使嫁手，啊，袂使嫁手。啊，你啊，你拢知啊，袂使啊。宣言就是这啦。啊，看到这个水查某，你含订婚都无订婚，哎、欸，你要嫁给我哈、啊？我送你偌济嫁妆，袂使你啦，你都要结婚有去登记。 法律上噶承认。
啊，那中华民国规定要一个公开仪式呢，所以开罗宣言、破产宣言拢无效。我跟你讲过啊，开罗宣言是安内无效，有人伫讲啊，开罗宣言是无签字，所以无效，不对的。开罗宣言有签字哦，无签字，啊是安内无效，唔是讲有签字无签名，西方的国家会记，西方国家两个人握手。 无签字有效哦，握手都好啊。所以开罗宣言，伫签名时阵，蒋介石、罗斯福、甲即个啊做英国的丘吉尔三个人啊，莫讲握手啦，食饭都斗阵啦，太无效，当然有效啊。问题是伫蒋介石讲吼。 你美国、英国，那战争以后啊，和台湾幸福我，伊即嘛写讲窃占的窃治台湾呐，对，窃治中国啦，窃人偷摕，为中国偷摕台湾来行医。日本人随甲你赌讲，阮当时甲偷摕台湾，什么时候日本人偷摕台湾？台湾遮尔大地变啊偷摕，落地敢囥会落？袂落诶。 所以，伊讲窃占、窃占治、窃治中国诶，台湾要向我中华民国，这看什么款的意思呢？我讲法律互你听。开罗宣言，搁咱另外一种诶解说，可比讲啦，咱诶旅，咱诶实业主诶，二长卢先生，我甲卢先生讲，诶，伊对我袂歹嘛吼。 啊！我落地啊，拄啊去买一台彩券啊。喂，卢先生，我你对我真好，我这张彩券啊，明仔载若开奖，若掉着吼，若掉着吼，我分互你一半。这一种的情形，搁一种，我甲卢先生讲，你对我真好吼，诶，我等下去外口去买一张彩券，啊，若掉着吼，我分互你一半。假设这张彩券。 拄拄啊掉着，第一种，我请问你，你想清楚。第一种就是讲，我落底啊摕出来一张彩券，若掉着我分你一半。第二种是讲，我来去外口买一张，啊若掉着我分你一半。来，这甲你考虑法律常识啦。第一种，我落底啊摕出来要分互伊一半，啊若真正掉着我无分互伊一半。 安尼会使袂使？会使的举手。会使的，我无分开一半，我无分开，会使。啊，袂使的举手。啊好。第二种的情形，我去外口买，啊则先甲伊讲，我去外口买，买着即张丢着，我若分开，我袂分开，那会使的举手。袂使的举手。 可以的举手，不可以的举手。啊，那么啊，我不举手是咩？什么意思呢？你赖皮就对了。啊，两种拢不爱，拢免两种拢免赔，诶，拢免合约举手，两种拢免合约。啊，两种拢一定爱合约举手。我跟你讲，免见证人啊。这种的情形，伫法律上，第一种我一定爱分开一半，行吗？ 因为这张彩券迪拜落地下来的所有权是我的，我该答应分你一半，都爱分你一半。我该讲的第二种的情形，迄张彩券唔是我的，伫外口，我都爱归买，还没有买到的所有权唔是我的。各位，我讲这个例啊，甲台湾的开罗宣言同款啦。开罗宣言。 伫1193年12月初3日签的时阵，这块土地上的日本的、日本天皇的。啊，你嘛，英国甲美国讲，摕别人的军头帽去征召使，讲安尼俩，第二世界人，你若赢的时阵，我这块土地来送你。各位，你有问日本无？你有问日本天皇无？无呢，迄是别人的呢。 开罗宣言，假设讲
台湾这个土地若是殖民地，哎，可以讨论。日本天皇谈那足好诶，1937年开始皇民化，1945年4月7日实施宪法，按照万国公法，这个土地已经是变作日本天皇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是代表法律上的意义是啥？就是讲，这个土地，就是我建书，你袂当甲我刮，因为占领袂使移转主权。所以不管安怎，台湾这个土地绝对无可能变作中华民国的，嘛无可能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尼对不对？你来拍手啊！啊，你听这個，就是法律啦。你等于暗时，你绝对困会起啦。台湾袂好人去，就这条啊。法律就是这個啦。咱今日来这里读法律，就是读这个物件啦。你唔能叫伊真简单呢？你唔相信啦？遐读国际法，你叫伊问看卖啊？你若甲问哦，伊讲啊滴滴嘟嘟啦，他根本就不会讲。其实台湾这个土地，照法律来讲，还阁是本田哦，但是这个复杂，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将日本天皇给拔起来，你袂当讲话，因为战争失败嘛。叫日本天皇，你要反省啊！你不会，但是叫日本天皇卖讲话，你又跟我讲日本天皇袂当挥挥手，袂当摇摇头，无呢？所以迄个时阵，这美国出这个难题给咱呢。你台湾民政府好啊，你要摕台湾，要摕回去，你要哪摕？你去甲日本天皇讲，叫伊来答应。这两天有一个消息，叫伊。大地震的时阵啊，日本天皇因阿爸去甲遐灾民啊，去跪甲灾民跪咧，去共安慰，还建好起来，很，予人的心啊，都会揪在一起。迄个时阵，有一日本的众议员无党无派，雄雄伫大家人面头前摕一张陈情书予日本天皇。当然，日本天皇无甲看，接过来，马上交予伊个助理。即马日本伫乱，伫查这个代志，这个日本的这个众议员啊，参议员啊，伫甲攻击。伊讲《旧金山和平条约》规定，日本的皇帝啊、天皇啊，袂当插国家的代志。你摕这个陈情书予伊，伊这陈情书内底讲啥？伊属于讲吼，即老百姓吼，迄个辐射线啊，哈，坦白讲，已经影响到遮个人的生活啦，真可怜啦。要求日本天皇啊，对遮人多多关心啊。日本的众议参议院啊，开会啊，讲这袂使咧。日本天皇无咧管遮个代志，爱甲处分，爱叫迄个参议员辞职。这参议员讲，我不辞。当然，即摆要按演变，顶礼拜发生的，后摆会演变成什么？咱即摆看袂出来。但是这个代志会当予咱国人知影一个开代志。所以日本天皇会当甲你挥挥手，所以我甲美国伫谈判的时阵，我会听较听咧。伊讲你去甲日本天皇讲啊，日本天皇同意，阮就予你行你啦。各位，咱有啥物方法去甲日本天皇叫日本天皇来同意？日本天皇袂当讲话哦。你有啥物方法？你含去甲伊见面都困难，我甲你讲，你都见袂到。你有啥物能力叫日本天皇甲你答应？各位，你有方法无？有方法举手。无方法举手。哎呀，你无爱举是啥物意思啦？还是唔知举手？欸，你若不知道我才跟你讲啊，啊你若知道我就不爱讲啊，知道会举手，你知道？可以用外交。外交，啊就跟你讲，就袂当讲话啊，你听无？对啊，那我是讲以下往上啊。
伊都袂当甲你见面，拢关伫因家，关伫迄个岛内底啊，伊都袂当讲话啊。各位，我有方法呢，我去甲痛两届啊呢。去年，咱150个台湾民政会政府官员，先去甲敬过迄个礼仪哦。21去靖国神社甲参拜，参拜靖国神社，皇帝看会到啊。去年唔是干那靖国神社参拜了，过去明治天皇的墓甲改拜呢，过去大正天皇的墓甲拜呢，过昭和天皇的墓甲拜呢，日本天皇拢有这消息啦，也感动无？要是我你日本人拢不爱甲拜啊，在台湾人。弄来甲拜，即新民来解决，日本即国民拢无爱拜，也感动啊！所以咱做一本册，透过明朝第七任的台湾总督的第三代，甲日本天皇是同学，为幼稚园甲大学拢同学，这种的机会真少啊！咱讲你日本甲送给日本天皇，天皇提要天皇。因为当礼拜拢去日本天皇因家食饭、开讲，做天皇无好呢，足无聊的呢。去对方袂使呢，干咱看电视呢。出门吼拢规规矩矩呢，正脚倒脚，正脚倒脚。我行做天皇是足艰苦，我无甲你骗。你敢要做天皇，买个假手，拢无嘛，绝对当然嘛无诶。好，咱甲日本天皇讲，说日本天皇有看，咱你讲咱要甲祭拜，要个代志啊。所以，去年一去年咱150个，去年220个，今年105个。我鼓励恁啊，恁有资格嘛？恁若到后期，就是后礼拜高级班毕业，恁就有资格当去啊。一世人爱去一拜啦，我无甲你骗啦。还是难人生难得的机会啦。啊！那多好，一拜去吼，日本天皇伫迄个演讲时咧，甲你讲一句吼，台湾的闽南三嘛，就是台湾在啊做新民吼，非常的多谢吼，你都有够开啊！我甲你讲，真正你有够开啊！你人生有几多？咱即摆已经人工吼，差不多要讲啊啦。头一年去的时阵，因为即个伫咧皇宫吼。敢会当举日本旗啊？尔，迄个日本旗就红红迄粒有啊。敢会当举伊？台湾民政的旗啊，袂当举入面嘞，因为日本的皇宫不准有日本旗以外旗啊入面。所以，伫迄个警察的时阵啊，第一关的警察啊，就甲你挡了。No， 不可以。哇，足失望诶！但是呢，行到第二个关口的时阵啊，讲内厅啊。打电话甲警察讲，可以进去，互伊举旗啊！哦，咱大家欢喜一个，较紧的去摕旗啊！这个就是2011年的啦，这不是这旧年、去年啊，去年好过看去年，这2012啊，这去年的啦。你看，拢中咱的旗啊，头一年去的时候，日本记者哦，相片会翕出来哦，看老讨厌就好啦。伊就是讲吼，啊，即个汤偷渡入来吼，将咱的台湾旗啊吼，拢共擦红红啦，啊，甲日本旗共款啊，吼，报纸款拢都共款啦。啊，伊阵伊嘛感觉奇怪呢，哎，这款是啥物旗啊？怎么跑进来啦？啊，去年因就知影，啊，去年8月15吼，170,000人去靖国神社，大家哭到咪咪嘛嘛，看到咱咧哭，即马国家知影，即马台湾民众伫日本哦，真正有知名度啊。所以今年来去吼，真趣味啊！好，日本天皇是12月23生日，咱游览车到伊的时阵啊，咱日本人已经伫遐拜两工啊呢，套鸭伫遐咧拜呢，足冷的呢。12月23是很冷呢，人因甲咱安排到伊啊，咱就先头部队。咱先入，但入面时阵吼，足奇怪呢。迄个警察听人慢慢啊行，
一步一步，咱那是急到要害，行较紧的啦，豆豆行。原来因计划讲，遐日本人排队排到要死啊，行较紧，行行行，你知影吼？迄、那个广场可别讲遮大啦，行较紧的都要去去拼拼工啊，行较慢的都要行到日本天皇头前三十公尺的所在，咱拄啊到遐。连续两年拢安尼，迄无安排无是啥，所以感谢日本，即警察甲恁帮忙，好唔好？好，拍手。真正人是有心呢，只日本天皇的三十公尺，你三十公尺哪个看无咱的机啊？吼，伊无近视啦，啊，佫一群人拢穿乌，拢剃毛啊，啊，佫牙机啊，贵嘛？知你啥物人？你讲对不对？啊，你有巧无？啊，免甲我拍手呀！到遐的时阵，日本天皇要出面的时阵啊，日本人吼，满载满载，还好笑哦。咱这人啊，目屎拢流泪。你唔相信吼？你去试看卖啊！迄款场面，你若看到迄个情形，日本人迄款热情，你若无练目屎啊，我绝对输你。当然，目屎突自然啊，练落来。尤其头一天，过去日本靖和神社去参拜。迄当阵哦，因为想去靖和神社参拜，因为内底有供养39,100名台湾人的英灵伫内底。历史啦，没有错啦。等到中华民国的忠烈祠，没有台湾人呐、啊。台湾人都不是中国人啊，什么人要把你放在忠烈祠？虽然那是一个表面啊，但是为这个所在，你看一下，讲中华民国为头到尾，打从他的内心就瞧不起台湾人，因为你台湾是战败国，伊是战胜国啊。所以在日本去年去参拜时阵呐，头几年还好，去年日本的皇后大概日本天皇讲。在你的正头前，一定穿乌衫，摕迄旗啊、圆圆迄个啊，遐拢是你的臣民，通为台湾来的。咱的镜头摄出来，就是这样。你看，两张的头前拢是正对面啊，所以今年，尤其今年的8月15，咱就派50个去靖国神社。迄、那个影片有无？可以看一下，好不好？整个新城175,000人，迄五十个就是为着咱即摆12月20要去靖国神社，甲日本的皇宫，甲日本天皇接收，会做个准备啊。所以在8月15咱去，8月15咱去啊，咱无想到效果好甲迄款的程度呢。因为甲中昼的时阵。去吃饭啊！大家拢惊未开脚啦！日本人将咱台湾这50个，把咱围起来，围一个半圆形，一圈又一圈，再一圈又一圈，真正是吼、哦！我看吼、哦，迄导游讲啊，因为我带这个旅行团啊，20几年啊，从来没有碰过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欢迎，甲这款的程度。来，影片好出来一个。您哦，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您拢看得到啊，迄非常的清楚。因为，那等下出来再甲我讲，各位，咱这边。12月20号是第三年的第4次 ，Vicky， 机会非常难。你无连以前拢家己去过日本啊？但我跟你讲啊，你看未到天皇，还阁另外一回事。靖国神社，咱去吼，歹势，咱是啊，咱是代表咱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你过去办才会当，才是官员才会当去的。所以咱用的车拢是上赞的。大饭店6000，
食的饭上赞的，唔是旅行团的，一只游览巴士应该坐四十个，咱拢坐三十个尔。哎，无钱买鸡大班呢，敢不是？吼、哦，这无好好遐啊！本来看着讲吼，咱比较好啊，因为咱是安尼去呢，逆商呢，对不？伊即摆变小弟啊嘛，啊！你即摆做大兄的人，嘛爱表示无钱吼、哦。阮老爸甲我讲一个话啦，伊讲你若甲三个人遇到海难，漂流到一个荒岛上面，剩一块饼，啊，毋死的人。紧嘞，卖浪费我的时间嘞。哎，拢拢好，咱送遐机啊吼，去日本哦，咱遐机啊拢送因啦。吼、哦，那这吼偌欢迎，我无爱骗。听讲有人用遐机啊哦，去换一粒金啊转来呢。好啦，这等于吼，恁家己去看啦，是咱的官迄、那个官方的网站就有啊啦。喂，你刚才听下这破声吼，吼够气！迄五十个吼，无一人无练目屎，真正迄上车吼，个个哭甲咪咪冒冒。咱的迄人副主席，等你上个月副主席吼，哭甲烧声。即种的。很自然的那种感情的流露啊，为啥看得出来？当然啦吼，要感情自然流露，哪有钱呢吼？坐飞机爱钱，大饭店爱钱，坐咧巴士爱钱，所以歹势，哪有一寡钱？啊，若无嘛无法度呢？讲到当然，日本天皇。咱表爷同学去甲伊讲，所以日本天皇属性就知影咱要去。日本的风妖有甲日本天皇讲，你的正头前一定穿乌衫，就是未来自台湾一个叫台湾民政府的新民来看你。所以日本天皇。我个这边，佮超工佮活在咱的正对面，佮甲咱打招呼。这第二届，今年第三届，其实三年来，咱第四届去。我希望这边日本天皇伫咧演讲过来滴，爱加上一句话：感谢来自台湾遮的亲民，多谢恁。咱去做生意嘛，我特别讲，甲翕安怎翕呢？咱画满载。啊！咱今日摇的时阵哦，先煞甲日本天皇讲，何阮来家己建立家己的国家啦，来自治啦，安尼好唔好啊？哎、欸，你又唔是日本天皇好？啊！日本天皇呢，挥挥手，佮点头，好好好好。我甲美国人安尼讲，遐美国人哦，笑一下嘛，遐嘛昏倒。我甲讲。哎、欸，你影片啊？你有看无？日本天皇讲好啦，行完啦，行完啦。哎、欸，阿爸讲的敢无道理？你有赞成吗？啊，我谈到安尼好无？真好嘛啊、哦！所以日本呐、啊，日本天皇甲咱应好啊呢。所以今年啊，爱过去。哦，今年啊，恁啊，迄落吼，我是鼓励。遐旧的吼，遐旧的，乃当卖去，卖去，或者新的去啦。
伊一百五十名尔啦，所以你较紧诶，高级班赶去上，上了马上去报名，一百五十名尔呢。但是吼、哦，你还搁穿迄黑色诶西装吼、哦，不要紧，高级班诶时阵哦，才做得好啊。因为大家拢穿同款诶，想来穿同款，日本人才看你会着啦。啊，无去甲地方诶，啊，这日本人足济啊，啊，你也知影讲啥物人是啥物人，咱穿制服。咱即摆吼穿制服，即摆阿本啊看到咱哦，拢知影这台湾民社有来呢，甚至咱要转来的时阵哦，去机迄、那个机场去饭店，甲咱欢送呢，送咱物件呢，你看有感动无？真正你吼，即世人你捌拄到真种个情形啦，各位，这是要互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咱所做的努力。所以你就知影，台湾这个土地既然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这证明我免跟你讲啊吧。还佫讲我日本天皇的证明，讲台湾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还佫我讲的，请你举手。啊，唔免我讲的，请你举手。啊好，真好，真好，吼、哦，真好。安尼就记得了啦。马关条约，这块土地挂日本天皇，因为马关条约条恁拢看嘛。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对日本天皇无处分呐、啊，没有处分。中华民国迄个法律嘛是同款啦，没有规定处分的部分怎么样？不处分。法律无规定讲甲你处分就无处分啊呢。这是全世界的法律拢安尼规定的呀、啊。所以，这块土地100%日本天皇的。日本的主权，日本天皇定掉这块土地主权，才将管辖权交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有管辖权，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太歹咧，足够贱咧。英国去拍败，苏联去拍败，美国嘛险啊拍到险啊败。亚洲人敢若咱呢？我讲咱是因为咱是日本人啊，与有荣焉呢。祭拜靖国神社，这个世界敢两个国家咧反对，一个是叫做中国，另外一个叫做韩国。谁来韩国的反对？原因是倒？1905年，日本的军队拍去韩国。叫韩国的总统，咪做迄皇帝，当个皇帝委托伊个总理，甲日本天皇订一个合约，叫做《日本韩朝鲜啊并合条款》，合作个。日本的皇帝继续保有主权，但是管辖权，韩国的管辖权交予日本天皇，迄个正正杠杠。这块土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日本才派总督去韩国，足趣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赶快，1945年8月15号结束，韩国的老百姓马上挑衅哦，马上就成立韩国民政府。你会记得我伫甲你讲，韩国有一个流氓的政府，走伫上海，叫做 Korea 上海，你会记得无？迄、那个政府嘛，赶紧挂上去，嘛去成立一个韩国民政府，按两个民政府。美国占领阮一个礼拜，这两个民政府拢总袂使，画画互惠，顶来，伊嘛成立一个。下面军哦，成立一个朝鲜民政府。伊这个民政府听清楚哦，伊竟然叫原来总督做民政府的长官。啊，你看有喊无？哇！韩国人拢起来抗议啦，抗议抗议抗议啦！安尼呢？美国的军事政府。加去好，朴正熙呀、啊，来做伊个民政务，
是安尼来。咱台湾民政府，咱过美国以后，美国的法院2009年4月7日判决以后，2009年的8月7日，美国的行国迄、那个迄、那个国务院放弃抗辩，10月7日，法律讲这个案暂停，先让台湾民政府去准备好，我再过来审判。这就是安那，咱就压力上课上是上济啦。你要接政权，你要有台湾本土台湾人的身份呢，不是中国人会当接呢。你能力较强也不可以呢，一定要本土台湾人，你才有权利来接台湾民政府这个政权呢。所以咱即马伫迄当阵3年前伫拼到今日，每礼拜伫上课，本来是2礼拜上一摆。但看这个速度这么慢，只有改做1礼拜1摆，看会用较紧的速度。当咱若4000人，咱就马上甲美国的最高法院讲好啊，政权会当交还我啦。安尼点点哦。哎，敢若听，咱听到全拢戆去呢嘛，个个拢全戆去呢。啊，讲啊，遮尼啊清楚，啊，搁你戆，各位啊，你唔通搁戆啊，好唔好啊？佫讲就很麻烦了呢，讲要接政权，讲哎，都点点啦，我着你烦恼就烦恼这啦。台湾人400年来毋捌着家己的政权呐，就香港要互你政权拢点呢啊？中华民国迄个政权毋是咱的政府啦，迄是中国人的政府啦。李登辉做13年，陈水扁做8年，加起来21年。表面上是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无效啦，敢有进步无呢？做做阿扁还佫来关呢？我感觉阿扁上无爱关8年，一定爱甲马英九结束。甚物人我都甲救，台湾民政府啊，当然希望讲明年咱接着政权，咱才要甲救。但接着政权毋是甲放出来哦，歹势。阿扁啊，先生，你也去美国？美国军事政府伫美国甲审判，爱安尼做呢？有罪无罪？伫美国判。所以李登辉嘛是同款，李登辉这两天我是感觉伊不离危险啊。听讲伊个肺炎，哎，老大人啦，肺炎啊，pneumonia，肺炎啊，真麻烦呢。不过哈。希望伊躲过啦。啊，坦白讲啊，李登辉对台湾啊，功过各半。伊个过伫对，你知无？当年伊被废省，伊被废省的时阵，美国讲不可以，原来不可以。你将台湾省政府给废掉，就是台湾民政府，你要共废掉。啊，中华民国就地合法。比如讲，你咧起笑。台湾省政府的前身是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公署就是台湾的中国民政府啦。警备总部就是台湾的中国军政府啦。迄位遐来的呢？虽然台湾哪有可能是中国一省？体制拢完全无共款，所以当李登辉要讲废省的时候，美国马上出面讲：莫，不可以，因为伊在担心，等你台湾人家己成立民政府啦，台湾民政府啦，台湾人成立台湾民政府，2002年的2月2号，拄啊经过60冬，嘿，这天地吼，万里的迄个规定哦。足趣味诶！你都早晚歹发现，拄啊60年才发现。美国本来是要甲咱砍100年，啊嘛真好，刚才我发现诶。啊，发现以后，美国讲，好吧，安尼我不能再继续骗你们啦。啊，但是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各位准备好了没有？你胡白讲，小弟，这破话我无要接受。
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你想讲这简单啊？要这捐款这简单啊？咱都未民进党讲，反正都要贪污的吼，凊彩接者，凊彩钱凊彩拨拨出来讲。咱是真真正要让台湾的子子孙孙永永久久过幸福、幸福、快乐的日子的一个政府呢。我们没有准备好啦。 这无你的周边遐人，还搁去台湾独立去万岁迄种的人啊！你来遮，拢无拄到朋友甲你讲反对，举手我看，拢无拄到的。啊，有拄到甲你反对，举手。你也看，大家嘛举手。就讲实在话啊，因为你的边啊、腿啊、面看偌济就好啦，腿腿腿。我讲良心话啦。 那有几个人？那阿弥陀佛啦，迄师父吼，有诶师父是很不错啦，啊有诶师父嘛，头壳戆戆呢。迄星云法师，迄土土土啊，迄真正足土足，迄讲星云法师，迄政治法师呢。但伊吼，扣钱拢扣足侪呢。台湾很死命个落钱，迄真正吼，台湾人真死好啦。今仔台湾人吼，落钱伫迄个所在，真正叫做死好，迄袂甲你保庇，佫甲你害死。 真正呢，台湾那变作这款的地步，台湾人哦，是非已经不分。跟你讲，哎呦，即马政府都好势好势，你要甲变是要创啥？有听到即句话举手？遐济人，夭寿哦！迄款拢是18%啦。我跟你讲。 我是无18%，不过我那样18%，我不了，我来安尼啦。啊，免做有钱好摕啊！本来做教师一个月7-8万，18%领咧，个讲一个月领要20万啊，啊，佫退休呢。哇、哦，这款日子快乐事前先。啊，但是即摆其他人就更加要死呢。你看台湾现主席，散的愈散，啊，就是讲这个散哦，愈来愈多。 想要趁钱都无机会啦，想讲要伫恁家门口来摆一个摊看卖啊，警察谁来？啊，但是遐做乌心的，油啦，反正做假，趁足侪钱的，愈赚愈侪。有一个笑话啦，无点毋是笑话啦。南部的农民啊。 种迄个青菜的时阵，要送来台北，吼、哦，一捆安尼安尼安尼，你油油，生较有够好诶！我阿姐，咱两捆，阿姐捆生了较歹，较歹家己食，较好诶哦，送台北，是安那较好诶，送台北，台北拢头袂死，<笑>较好诶拢用。 农药啊，啊，较歹呢，有机啊。哎，要讲讲实在呢，台北人哦，真正拢头袂死，因为台北人好，敢若中国城嘛，中国人较侪，不过中国人拢变做死死的，拢比人较侪啦。哎嘛好吼，头袂死，啊，但是要长寿嘛，真困难的款。 各位，咱台湾人变做安尼哈，而且花生油内底无花生，辣椒油内底无辣椒，国外甲我讲啥？哦，台湾好厉害，你们都没有出产水果，但是你的果子有百几种。 台湾有百几种的果子呢，人爱采购团来甲问讲，啊，你要买什么果子？凊彩讲一下嘛，有弯有弯有弯有，奇怪，今日讲有啊，都市面上拢无看伊款水果，讲明仔就讲有啊啦，啊，味拢共款啊。台湾人哦，头脑是真好啦，但后摆即种拢爱来变啦，自私自利，趁钱就好。 各位，赚那个钱，害死大家人，害死你边的人，安尼咪是做创啥？
咱卖人你袂当来建立一个，大家平平好个，每一年工作十个月、两个月去佚佗，啊，免交税金，唔免做兵，每一人拢有厝好通住，啊，出产的即食物拢用有机的。迄种个快乐个日子，伫我窗口内底，唔知出现几啊百摆。咱敢做袂到，咱一定做会到，对不对？接着捐款，伊就讲，咱就要开始个改变。但是我甲各位警告，恁拢是政府官员，当然爱高级班才有啦。我即摆还无讲你是官员啦，都爱高级班的时阵，我才有讲你高官员啦。恁来做政府个官员。会记得贪污死刑，绝对死刑。咱后摆台湾民政府部内底没有监狱，有翻译无？免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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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来靠来靠来。好，我来知影吼，无监狱这样还好，即摆来犯罪真好呢，也免关，对不对？我跟你讲，咱用鞭刑。你们知影什么叫鞭刑？你知无？我给恁看一下图片，好不好？来，我看一下图片，哦，你看哦。好，趴成配白叔叔，来趴落去，你要看什么型？啊咧，我跟你讲哦，趴一个，我跟你保证，爱趴一个月。所以每一摆袂当趴超过五个，啊，你若判刑超过十个面啦，分做两个月。啊，你若判刑一百个时阵啊，我讲你规年拢卡成迄拢在听，你想看卖啊？犯罪的人，政府都爱搁请人甲你关，请人甲你煮饭，搁起厝互你住，啊，搁烧烧水互你洗，我无迄个功夫啦，用拍的较紧啦。我甲你讲，人开始拍落去，台湾的犯罪率，若无马上减到两百无看，我随在你。咱台湾人有真好真好的传统，你敢知？当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月，台湾的犯罪率零，无警察，无军队，无人犯罪。你看看91的日本的祖妈咪海啸，海啸的时阵，日本人拢排队去迄个 7-11 买物件呢，有人超车无？无，买物件排队，无人插队。我你讲咱台湾民政府，即个政府官员开始，我嘛是安尼，即摆开始甲各位训练就是安尼啊。食饭的时阵，学员伫学员的区，互恁食较好咧，因恁较辛苦，恁有交钱。其他的义工、志工，恁交较少，恁也食较歹咧。那是食好要痛呀！一个主食。就是主菜，两个青菜，一个汤，有够啊嘛？剩的食拢假嘛？对不对？赞成的举手。对啊，师傅，我讲有理无？对啦吼，师傅嘛赞成的。我无叫你食菜，我是叫你卖食甲伤浪费的。你食遐济。嘛放遐济嘛无效，对不对？更何况，那拄着迄个较歹心的，内底有农药的，食要死哦。所以啊，食拄啊好就好。我甲你讲，你唔当要相信哦。我这五个月我瘦10公斤呢，较健康是无唔对啦。因为我甲你感觉讲。我即摆呐，看敢有足瘦嘞，未嘛吼，较少年吼，未歹哦。头一摆有人甲你甲侮辱哦，不过我无会阁瘦啊，大概即摆差不多啊。我是要甲各位讲哦，身体是咱家己的，咱哦，既然参加台湾民众，爱活较久嘞，爱看迄中华民国离开台湾，爱互迄中国人因的报应爱看到，安尼好唔好？多谢各位，谢谢。又找文件了，那来闭幕式。各位好，玩家 ，clip。今日